病患想太多，错过换肝惨丧命。我的病患就常常有肝硬化到末期，他才需要换肝。我一讲完了，两个女儿都说没问题，我们愿意捐。回去想了想，他觉得不要给他两个女儿捐。后来我们还是安排，也是等那个弃捐。他说大概前几个礼拜，他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已经轮到你，就刚好就是你符合。他还是想很多，还是不敢这样做。最后呢，没有换肝，大概没有。什么都没做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